小白，在大门口捡到的，你们之前有没有捡到类似的东西？冥纸没有哎，欠钱还钱，怎么会这样？什么事啊？在大门口捡到的。哦，欠钱还钱？难道是这里有人欠大耳窿？跟大耳窿借钱也要有地方花才行啊。他们天天在这里跟大耳窿借钱干嘛？说的也是哦，哎，那会不会是大耳窿搞错了？希望是吧。